是中国人里那些嘴最不会说话的人之一。我口齿特别的笨，不会说话。但是最不会说话的人就被最不会说话的人推为好像会说话的人，其实的话呢，就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个哲学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我不是一个职业说话的人，我是一个职业的写字的人，我也不知道的话呢，就是大家为什么觉得我会说话。我觉得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幽默。这个莴笋的话要直接就是凉拌的话，这个丝儿的话也是可以的啊，非常好，你爱吃是吗？就是说黄老师对这个菜花是有什么样的展望吗？你是怎么有什么？哦，没有，你是说要再炒个菜花？不，可以，我给你加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呀？不对吗？